你只是让我去卖身的，别的话我不接受。这里我对于亲情的理解不太成功，因为我自己对于跟父亲处理这个情感上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跟他在处理关系上面也是有一些新的相处模式。离婚，我养你。你到底是干什么？就是没有钱。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？无效，没有信用。 父女之间永远谈的都是钱，娶搬家，他一直支撑的一个家庭，于他来讲是有着一种抱怨的。人家吃的喝的是我收的，你怎么来花？每个月给你们钱，我欠你们的呀。他跟他爹吵归吵，闹归闹，但是血永远大于水嘛，终会化解。他亲情之间的勾搭就是这样，还有彼此对对方的照相，这波钱呢？我也。 爸爸跟我的也那种特别情感的，这是很温情的。对，我只希望从今以后，我们能像正常的父女那样，可以吗？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跟这个家人之间情感的一个学习吧，也对我们。